好吧，应该比较喜欢一个人吃哦。好啊，我们一起去吧。看吧，人变漂亮，果然心情会变好哎，这样就对了，大家一起吃饭才好吃嘛，走吧。跟这个臭女一起吃饭，怎么会吃得下呢？鲜芋味噌汤超级好喝的哦，你要不要喝啊？好啊，那莹莹呢？随便。哎，我帮你。我自己来。哦。干嘛？我又不是要偷袭你，连吃个饭都这么紧张，那你干脆不要吃好了。哎呦，不要这样讲啦！莹莹，以前是我不了解你，所以觉得你有点难相处。不过现在是误会你啦，所以如果有什么麻烦的地方，希望你不要太介意。但是你也不能怪别人啦。我以前在北城的时候啊，其实就已经听说过很多你的谣言了，还有人说你是邪教派来的卧底哦。小龙女，没关系，这些我都知道。你看，大家都知道吧？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这么夸张啦。但是，哎，对了，你父母为什么要叛教啊？哎呦，没关系啦。如果你一直拒人于千里之外，要大家怎么了解你啊？妈妈是因为救我，才会叛教你。为了救你啊！我知道了啦，一定是你的臭脸呐，害东方不败看你不顺眼，对不对？我什么也没做，只有少数的人知道，其实东方不败原本也是西城的学生。什么？当时我爸爸任汉天。东方不败，还有现在的西城校长，他们三个是很要好的朋友。后来，东方不败为了自己个人的私利，叛离师门。我爸看着他众叛亲离，还被正派人士到处追杀。基于多年的友情，我爸决定跟他离开。这么说来。你爸爸是东方不败眼中的大红人，那他怎么会想要杀你啊？我爸根本没有想到，东方不败居然可以整合混乱的邪教势力，成为不可一日的东方教主。当上教主之后，他个性越变越多疑，现在要求我爸要出手杀了西城校长，来表示他的忠诚。爸不肯，他就威胁要杀了我以示惩戒。那年我16岁生日，我永远也忘不了。爸妈死在我面前。走，哎，走，走，前面有路，走，快！你们这些不怕死的喽啰，竟敢挡住任务法的去路，快让开！你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任汉天，你敢抗命叛教，本该受死罪。不过东方教主念你护教有功，特别命我们前来带话。如果你现在答应干掉西城那个老贼的话，东方教主可以免你一死。教主这番厚爱。可真折下小人我了。莹莹就交给你了。
想要从这过，得先从我身上踏。牺牲以来第一次交到朋友。哎，对了，男生不是都爱搞什么桃园三结义的吗？干脆我们来学他们好了。好啊，不如我们就来个回转寿司三结义怎么样？好啊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得一次要与众不同才行。嗯。